这简单的草木处理起来才是最难的。那就这里加一笔，不是就有了吗？还是奶奶厉害。今天你心中那么恍惚，该不是为了哪个姑娘的事情操心吧？奶奶，就别拿我说笑了。你呀，就别再隐瞒了。你们学校每天八卦流言满天飞，我听说你最近跟一个女孩子走得很近，到底是谁呀？你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听说过和女孩子走得很近的，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一个，总该让我知道她究竟是谁呀？那个奶奶，我跟白海洋还有约，我就先走了。